Hi Desi， 我为这个计划已经做了很久了。我知道你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，希望在一群人的祝福之下向你求婚，所以我决定做这个挑战。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可是为了你，我愿意豁出这一切。希望你可以满意我为你做的这一切。我爱你。想要跟一个女生讲一些很重要的话，所以各位很少在干杯看到这么浪漫，谢谢大家，用掌声欢迎我们的男主角。亲爱的，今天在这特别日子，我有首歌想要献给你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。宝贝，这个花献给你。那我想告诉你，有你的地方就是我未来的归宿。什么是家？就是有你存在的空间，就是我的家。所以在这么多人的见证之下，我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，我想要来对你说出来。哦，掌声，掌声。亲爱的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我很抱歉，我答应你，因为今天这份幸福不是属于我，而是属于另外一个女孩。现在我把花交给她喽。什么？哇！没错，其实这女孩真正的就是你。大家一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对吧？因为今天真正的男主角其实是另有其人哦。来，请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男主角的郑胜辉。在你去德国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计划这一切。我要谢谢你身边有一群很好的朋友，一起帮我完成这个计划。今年是我们认识的第五年，谢谢你这一路的陪伴和支持。我知道有时候我很粗心，常惹你生气，但谢谢你总是能够包容体谅我。在今年的六月。你搬来和我一起生活，牺牲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间，辛苦了。今天我想实现我对你的承诺。虽然我不是100分的男朋友，但是在未来我会努力做100分的好老公。我们男主角要问出那个很重要的句话：你愿意嫁给我吗？